冷静一点，不要不用。你冷静一点，走。然后五分钟之后再找小孩。没跟。我刚刚说走走丢了怎么办？站在远处。暗时刻了，快11点，他突然都没有看得见。对啊，因为他晚上才点灯啊。王静凯说这个要灯会要晚上来。对啊，是啊。然后我灯会是早上去看。好，拜拜。我们停在捷运那里。好，继续躺，继续躺。喂。拜拜。